样，陈星海二大。陈星海出现这个名字，我应该就会点进去。李海，我觉得最加分的就是真诚。星海是一个比较真诚阳光的一个腼腆的大男孩。想过很多种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他说想很多种事，很多种处理方式，怎么把这个话说出来？